本王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见到过凡人了。灵生，难道你真的练成仙丹成仙了？本王肉身已故千年，我若不成仙，这王灵怎会如仙境？此地便是本王在人间的仙府。这既然是你的仙府，那你可有看见？ 近日在女罗岩失踪的农人，本王既已成仙，凡人需数百年的机缘才能与本王相见，可见你们三位与本王是何等的有仙缘。哦，我爹也是修仙，可是他说，成仙之后都是在天上，怎么会在这地下？你爹是何人？ 云天青，难怪有此仙缘，原来是仙友之子，甚好。仙友，难道云舒也成仙了？没错，天青已位列仙班。那我娘呢？我娘和她一起成仙了吗？他们夫妇修成正果。 与本王同为仙友，啊，你娘还时常提起你呢。那我每日给我爹娘的牌位上香，她可有告诉你？那是自然。你娘甚是欣慰，有你这等孝子。多年来未曾给你娘立个牌位，那也是她的意思，咱们都不要忤逆。玉南王，您还有没有长生不老的仙丹？凡是有缘。 能到仙府与我见面者，我定会赐下琼浆玉液，喝下便会长生不老。灵上，不能喝，你没听到吗？ 长生不老，灵上，他是在骗人。我娘过去之后，根本不让我爹立什么牌位，这酒不能喝。<笑>不愧是云天青之子，但是你又何必阻拦他人有升仙之心呢？我不知道你安的是什么心。啊，灵上，你都看见了。 求长生不死乃是凡人不可阻挡的贪念，你拦不住的。